好，进去，进去，一二三 ，push。对，去了。那第一次玩这个弹跳床。啊，会怕哦。爸爸陪你好不好？妹妹爬不上去。好了，我抱你吧。对，对。爸爸，你不要压，不然我会滑下去。好好好好，那我后退一点。你确定你可以？好了，你是不是还在用力？等等等等，尤娜等等。爸爸。好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大家看，你们看。来，下去。不。下去，来了！一、二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等等，阿佑，等等，我先下去，我先下去。来，哎，坐着坐着。啊！我掉过来了。来，好了，哦，我好累啊。来到这个台南和义饭店的西门馆，对，然后它这外面有一个区域，就是儿童游戏区这样子。它现在有探险活宝的很多的那个装饰，所以呢，先让他们来玩一下。我们现在还没 check in， 所以说可以先在外面玩一下，到时候再进饭店里面。小 Yuna 在玩得很开心，他鞋子都脱掉，就开始乱跑。一次性的，没有，可以一直玩。娜娜，按了就不能动了。哎，你刚刚你自己会把手？会啊，哥哥来了，哥哥来了。等等等等，我都先过。哎，哥哥哥哥哥哥，这里后面可以认真一点吗？往左边，好，往前开。哦，它遥控到一半就会减速。哥哥驾驶技术不是很好哦。驾驶技术超差的。还有 BMW 绿八。他的那个仪表板都会掉下来。在没在没在嫩没来了。哎呦，你油门踩一点点，知道吗？踩一点点哦。妈，他这也不快啊。来吧，走。哦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不要。遇到危险放油门。我还要跑呀。转，它就会自己转了。油门踩到底，一直转。对，对，这样踩。踩到底，一直转就好了。
哎呀！等等等等，放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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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脚放开。好。太累了嘛。是你脚不要一直踩着。好了。我没遇过驾驶技术这么烂。飙风上天。走走走走走。红灯呢？红啊，红灯。啊，绿灯够。但是我没有听到绿灯。列车长，阿呦，准备出发。哦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另外一个给我。另外一个给我。跟水穿海滩裤，海滩裤单配着内裤。它里面是泳裤啊。哇哇哇哇哇！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好，出发！我帮你拿泳装，不要，好不好？好舒服啊！好啦，这边的话呢，我觉得光这边其实就是我们在等 check in 的时候呢，对，就可以先来这边玩。先来玩，这边其实就可以让小朋友玩差不多一个小时至半个小时这样子，这可以玩很久哎、欸。然后呢，再来五楼的话呢，五楼的话其实还有那个遛玩。对，那我们今天就先，现在先去到这边，我们等一下要进去房间啦。OK。